三册的课本，今天我们要学的是第一课。打开课本，我们来讲第一课。第一课，红绿灯。红绿灯，街道宽，街道长，街道交通真是忙，好在有了红绿灯，人来车往很通畅。弟弟妹妹手拉手，一起走到街道口，看见红灯停一停，看见绿灯往前走。小朋友们，这里有课文的意思，老师已经放在 PPT 里面了，小朋友们记得要看哦。下一个我们来看生字，我们一起来读生字。灯，街道，宽，交通，忙，往，弟，妹，拉，停。下面我们来看词语，词语，街道，交通，真是，弟弟，妹妹，一起，看见。小朋友们，我们打开练习册 A， 练习册 A 黄色的书，打开第一页第一部分，第一页第一部分教你们写字，记得小朋友们写字一定要写三排而已，这里一排，这里二排，这里三排，后面的这三排不用写。下一个，下一个，第二页第四部分，第四部分数笔画填空。例子第一，灯的字有几个笔画？一二三四五六，有六画。这里有六画，左边是什么字？左边是火字。左边是火字，右边是丁字。第五部分，连线连一连，这个字是接、真、上、看、方、红、停、见、向、道、是、水、学、灯，连线红灯，记得要写。下一个，第六部分，第六部分是读课文填空。读课文填空就是教你们看书，看书看第几页？我们看第一页，看书看第一页，第一页第一课的红绿灯，小朋友们看，街道宽，街道宽，宽是在哪？街道宽是在这儿，宽，这个是宽。下一个，街道长，街道长在哪儿？在这里，街道长。街道交通真是忙，这个交通，交通在这里，真是忙，忙在这儿。下一个，下一个，打开第四页第一部分，记得哦，小朋友们，这个也要写三排而已，后面这三排不用写。第五页第三部分，照例子写一写，我们可以看例子，它的字分开写，左边单人旁，
写在上面，右边也字写在下面 sebelah kanan kita tulis di bawah. Begitu juga dengan latihan yang di bawah ini. 第四部分，第四部分是连线 tarik garis. 交车接地妹人道地妹灯通门妹妹连线 tarik 妹妹 tarik garis tulis di bawah 记得要写在下面下一个第六页第七部分halaman 6 bagian 7 连词成句susun kata 第一个看见我云云唱歌我看见云云唱歌 disusun menjadi 我看见云云唱歌下一个第七页第一部分 halaman 7 bagian 1这里也是要写三排 ini juga harus ditulis tiga baris 后面这三排不用写 tiga baris di belakang tidak usah ditulis 第九页第五部分找出不同类的词 cari tulisan yang berbeda 写在空里面 tulis di dalam kurung 第一红灯绿灯黄灯拉手红灯 lampu merah 绿灯 lampu hijau 黄灯 lampu kuning 拉手 bergandengan tangan 哪一个不同类的词就是拉手 bergandengan tangan lingkar dan tulis di dalam 第二部分连词成句 susun kata 第一一起去弟弟妹妹上学弟弟妹妹一起去上学 disusun menjadi 弟弟妹妹一起去上学第十页第一部分 halaman 10 bagian 1这也是教你们写字写三排satu, dua, tiga, cukup tiga baris saja. 下一个第十一页第三部分，十一页第三部分教你们写出偏旁部首，偏旁部首是 radikal。例子，这个字灯，部首是什么 ？radikalnya apa? radikalnya 是部首是火字。打开十二页第六部分连词成句。第一，帮收拾妈妈、哥哥房间。妈妈帮哥哥收拾房间。disusun menjadi 妈妈帮哥哥收拾房间。记得小朋友们记得要写句号。Tanda titik jangan lupa ditulis. 下一个十三页第二部分，第二部分教你们写出下面的部首的字。旁边有一个部首，你sudah ada radikal。写出有这样的字，有什么字呢？我们看上面的例子。草字头 radikal ini ada tulisan 有草花苗的字那这个有什么字我们看接往很前面就一样的部首下一个第三部分是选字填空 jawaban sudah ada di atas dan kalian tinggal isi di dalam titik-titik ini例子中道上面的选择是道道通 pilihan di atas 道
道通。第一，街上交什么？真是忙。Jawabannya yang mana？ 答案是哪一个？答案是交通。我们的练习先解释到这里，小朋友们记得要写作业哦，再见。